今天来到红山国家公园，它跟昨天的国王谷国家公园其实是连起来的，两个公园收一张门票。哇，他走了。这个景区人超多，因为现在是下午1点多，大家应该都在往里走，所以人非常多。这是第二个停车场了，已经我们找到车位了。刘师傅好厉害，其实这真的没有找多长时间就被你找到了。嘿嘿嘿，呢尿性。嗯，走。可以都拿走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接下来我们要走这个行山径，这个叫 Sherman Tree，这是全美最大的树，谢尔曼将军树，比昨天看的树更大。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这就是那棵最粗的树了。你真好看。谢谢。照一照树和照树的人们，这是驼。驼有这么高，而树有这么高，我的天哪，还没有照到头。嘿嘿，很好的，不用，我就照你，因为我非常喜欢照你。可是我更喜欢照你。你是怎么把我照下来的？你看，技术。其实附近有很多参天大树。对呀，就它们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呀。对，你看那边这棵树也很大。当第二是没有意义的，它又不配被这个世界所赞颂。对。像科比说的，第二名就是最大的 loser，这节挺可怕的。我爸就跟我说，不要考第一。嗯，这也没有进步的空间，真的是这没有什么意思，你压力就太大。你这棵树压力多大呀？你没看它有点秃吗？秃了是吗？有点秃的。你看啊，这世间最大的树。完了，要来了，说吧。这是人间最美的女子。这一节我不躲了，我欣然接受。你都知道要来是吗？对。你是怎么感受到的？我是感觉你起范儿了，我就知道。这不就爱情吗？你以为啥？先开始返程。这前面有个身材非常好的女生，去跟她搭个讪。前面有个身材非常好的女生。前面有个身材非常好的女生，去跟她搭个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在这住了。走不动。现在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，所以空气稀薄，得慢点走。这有个身材很好的女生，我去跟她搭个讪。正好我老公长得丑，咱俩就一对得了。嗯，这个叫做 Eternal Log， 车从树下面开过去啊，车就是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你要拍吗？我可以下去那边等你，要不？你要吗？不要，就这样，我们过一下就好。你会不会觉得遗憾？不会。真的吗？嗯，我现在下去正好能拍到你。我现在下去，这个地方拍照可以上去拍人，也可以在下面拍车。哇，他们就这样走上去，我的天哪，我看着我都害怕。那个白车就是驼哥了，哎呀妈呀，我可等到他了，但是我看到他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驼哥来啦！3、2、1。3、2、1。上酷的。我想跟你说，让你上车来等的。啊，你要好久。没关系，我在这帮好几个人照相了。是吗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超酷的，看你从那块过来，还跟我挥舞着小爪。小爪。开着开着车，看到有人在这儿照相。这棵树从这儿看，特别像一只对着天叫唤的牛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呵。驼哥要踏向征程了，他要去爬一个好高的石头。我不去了，我在这等他。我现在开始爬摩洛岩，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太壮观了。这里可以远眺美国最高的山惠特尼峰。错了，这座是最高的惠特尼峰，这座北美最高峰。这是一块完整的石头，这石头本身大概就100多米，非常的高，看两边，万丈深渊。推软，恐怖。安全护栏就是拿着石头往这一垒，人家挺随意的。这里还好，一个小平台，感觉问题还不大。我摔下去得半死，别有洞天。这山上还长着一棵树，顽强。哇，山顶这么多人，这
就能看清所有的山了。也不太清楚会的你是哪座了，很多人。这一片就是由于阳光照着，所以非常的黑子。现在已经到山的最高处，可以看见周围人还挺多，看见这个高度，这已经基本下来了，快看到回去的路了。好了，不录了，赶紧回去了，想老婆了。看到一个驼向我走来，老公。啊？嘿嘿。你咋跟我想的一样？你想啥了？录你。梁霄就在那个车里。猜猜他睡着没？啊？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你睡了吗？我没睡，但我吃东西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现在下山了。离开了这个园区，走在回家的道路上。说有人在高速上超速，交警说：“你这开这么快，你不怕吗？”他说：“所以我喝了两瓶酒啊，壮胆。”拍拍身后，我们这个逐渐远去。你看刚才那么拍拍身前，未来可期。然后就现在这能这么平吗？嗯，开出丘陵了，宝蓝色的水，真漂亮。当然更好看的呢，是这一只。还这只？夕阳快要从那里下山了。快，你一起看看日落。就录到这儿，拜拜。拜拜。